帕梅拉哦，全车改色。第一天，啦，我们是先拆洗哦，看这个 logo 啊，那些 mark 什么的，然后搬到这个哦，因为它这好像不知道几年，18的哦。你看这个这种东西，就是你不拆它是绝对洗不到的哦。就我们在贴犀牛皮的时候，它这里面的脏东西都会跟着水一起流出来，因为哦跟这个状况一样意思。那等一下洗完再来看一下效果。今天教大家拆那个帕拉梅拉的那个门把手，它只有分老款跟新款。老款就是我等一下找一下那个照片，老款长得就是它是一个座，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座，它是整个座要拿下来。如果你是老款的话，那这个就不要想了，就是去给人家拆，因为老款的帕拉梅拉要拆这个门把手里面。这里面全部要拆空，连玻璃都要下来，跟那个老款的 Mini Cooper 是一样的。一般我们的门把手是这种可以活动的嘛，老款的那个 Mini Cooper 它的门把手是坐死的，就是它是内侧有个按钮哦。如果那一只要拆的话哦，一样，里面要拆空哦，玻璃要下来哦，所以那个很麻烦，非常麻烦哦。那新款的哦就比较好简单的哦，新款的它这边有留一个那个很小的孔。一般你说双 B 那种，它可能就有一个防水塞，然后你拆掉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。但是因为双 B 的距离大概只有这样，所以你是看得到的哦。这个你是看不到，因为它距离太深了。然后再来是它这个孔位太小，所以你从这个位置看进去，你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到。所以你就是要盲勾哦。什么叫盲？你就是要靠手感的。那它勾要勾什么东西？它要勾这一块，它这一个是可以活动的。看到这边这种左右哦，你要把它往外侧勾，它的那个锁块就像那个冰室一样哦。你们把手拉出来，它的那个锁块它就可以那个抽出来。那只是说冰室比较简单，冰室只需要螺丝松掉，我们把手拉到底，它自然就扣住了。扣住之后，你的锁块就可以拿起来。但是它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哦，钩子从那个门板这个位置伸进去之后，看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也可以，就是你应该要把门把拉出来，然后去勾里面的那个锁块。你勾到那个锁块，它往后固定之后，它就会维持这样，它就卡住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，把它的里面的这个锁块取出来，然后你的门把就可以退掉了。然后我们再重复前面的那个步骤。只要把原本里面要拉的那东西把它推进去。好 ,OK, 它就卡住了。我们把它拉起来。拉起来之后把它往后勾。那就会它里面的那个机关啊，它就不会弹回去哦。那如果不小心弹回去了，那也没关系，它这个就跟那个冰室的一样哦。冰室的也会这样，就是它有时候会，它不小心会弹回去。那弹我们在勾的时候就是勾这个，我们先把它退回它那个一开始的位置。我们只需要把它里面的那个一样哦，有看到吗？把它拉出来之后，然后往后退哦，有没有？它现在它就卡住了，这就是它的那个正确位置哦。跟冰室的一样哦，这个拉起来的时候，你的门就没办法，就是它就没有那个锁了，它门就是会这样，这是正常的。